恁五个好朋友，今仔日恁五来到高雄市的凤山区，哦，参加十月初五到十月初六的高雄市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，就是高雄丰潮，他靠我最潮。前面有很多摊位，他们有卖原住民的商品，有烤山猪肉啊，有烤香肠啊，还有小米甜甜圈啊，小米酒酿啊，手工艺原创商品啊，还有那个帽子啦、发饰啦、耳环啦，还有编织的袋子啊，等等。都是来自他们的手工制造，非常真有创意。这就是他们跟其他夜市最大的不同的地方。明年举办，记得来参加哦。
高雄的原住民更有亮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原住民的文化、原住民的歌舞。我们有传统，我们有创新，我们希望更多的市民朋友、更多的非原住民的朋友喜欢我们，能够喜欢我们、认识我们、认识我们、爱上我们、爱上我们。哦、太多了啊！诸位有需要吗？爱的部分需要。会报名。好，所以最重要就还是谢谢大家，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的大高雄风潮。大高我最潮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如此的快速，真的。谢谢诸位，谢谢谢谢所有来到我们现场的来宾啊，我们热情的参与，真的是一定的哦，要离别的时间啊，真的已经8:02。我现在开始打折吗，摊贩啊？我补充介绍啊，感谢特别多，感谢特别多，主委还要再。抱歉，我一定要讲完，感谢的漏掉了，我一定要补充，继续直播。高雄市茂林区田径发展协会，谢谢。高雄市台湾族文化协会，谢谢。还有我们高雄的冠军队老虎王体育文化运动发展协会，谢谢吴林娜。如果还没有感谢到的，待会在会后会的包厢，我们再继续谢谢你们。因为这两天的所有美好的回忆，是刚刚以上这么多的团体共同促成的，对，手连手。